团 Seventeen 近日悉新专辑回归，在预售期间就狂卖520万张，音源也创下好成绩。其中成员物纪是组合内主要负责作词作曲的制作人，这次他制作了歌曲用，除了献给队友傅盛宽，也纪念今年离世的好友 ASTRO 成员文彬。由于盛宽和文彬是挚友，因此文彬的离世让盛宽深受打击，两度暂停活动休养，直到九月才重新回归。盛宽也在专辑发布后透露，用这首歌其实在文彬离世隔天就从乌吉那边收到。乌吉在歌词中写道：“我写下了我的请求，不要讨厌你自己，你也知道这是个好选择，无法说出如此痛苦的事情，独自默默承受着，我不可能不知道，因为你就是我的呼吸，不要道歉，就像在不足的地方打呵欠一样。”歌曲的韩文名字除了对应韩文的痛苦发音，歌曲时长4分19秒，也对应了文彬离世的4月19日。乌吉想透过歌曲给盛宽勇气，音源也是之前文彬很喜欢的，因此粉丝们听到这首歌都忍不住泪崩。